白去啊，你陪我一下，带进去到身份证你都不要出事了啊。不能带水啊。你不戴口罩，你往你过来往里头闯，你不听我们招呼，喊你登记，你不出身份证，你也不登记。你往里头闯，你进普通话都没搞懂，你是哪个？口罩带水啊。你配合去啊，兄弟，非常非常主流，不敢下注，不敢下注。多大的？多大的？我这刚才开到了，我这大的，我这大的。太吓人了！不晓得你有，不晓得你啥子原因。要不然你让小一刀，搁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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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这里。你把口罩戴，你把你把戴口罩，我们我是你跟你的，你也戴你的口罩，戴你的。哎你，不要戴你的口罩，你把口罩戴。戴不开。你把他不要分到呀，这个不到人的，他不到人的这个弄到，你把口罩戴起就放了。他们戴口罩，他们戴口罩，他们戴口罩。口罩，口罩，戴口罩。啊，流传分。这边这边再分点，这一转。为啥戴口罩？有现有疫情，为啥戴口罩？戴口罩有什么用啊？你他妈不怕死？你不要那个害人噻！我看到没有？